啊，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双用的随身碟。那双用指的是可以接一般电脑的 USB 跟智慧型手机的这个 Type C 的插孔。好，那以前呢，以前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是买这个线啊，就是一边接一般 USB 随身碟，然后一边接手机 Type C。好，那有了这个产品之后呢，这个线就不用了。好，那本身呢就是这样，不用线，它就是随身碟，然后有两种接头。好，那我这次买的呢是128GB 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。好，打开之后它是这样的一个包装，不好拿。好，那它这个是可以旋转的，这样子就是在电脑的 USB 的时候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另外一边呢，这个就是手机，智慧型手机或者平板 Type C 接头。好，那就是变成有这个产品之后，这个线就不用。那不管是你要备份档案呢，像是照片、影片啦，手机不够的时候，或者是手机里头没办法装扩充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个备份，把照片、影片、档案备份出来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